打 NBA 可没这么秀。约基奇在德拉季奇退役告别赛上疯狂整活，投进三分后还连做三巨星的庆祝动作。戈兰德拉季奇的退役告别赛已落下帷幕。作为掘金队的绝对核心，约基奇也受邀出席了这场娱乐赛。除了整蛊自己的好兄弟东契奇外，约基奇还在这场比赛中疯狂整活。要知道他打 NBA 比赛时可没这么秀。虽然这只是一场娱乐赛，但约基奇显然非常享受，他也很有娱乐精神，在赛场上的一举一动都很有趣。约基奇在投进一记三分后接连做出詹姆斯、哈登和安东尼的赛场庆祝动作，很有喜感的画面逗乐了现场观众。约基奇这期间还与东契奇上演击鼓传花式的传球配合，最后由约基奇上篮终结。不仅如此，约基奇还在快攻中上演自抛自扣的精彩表现。看看约基奇这卖力的奔跑外加实打实的暴扣，有球迷调侃约老师在 NBA 打球都没这么秀过。对于约基奇而言，征战 NBA 只是工作，能跟一帮好友相聚打打友谊赛，那绝对是更值得开心的事。